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李宇哲，今年21岁。那我的专长是跳舞，目前已经学习街舞6年的时间了。我擅长的舞风有 hip hop、boom、卡、哟，还有 poppy、卡、跟 breaking、卡、嘟、卡。我想来原子少年二是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舞台表演，高中跟大学都有很多次表演的经验。这次想要站上更大的舞台，也想要被大家看见。我觉得我在舞台上最大的武器是我的酒窝，我有两个酒窝，然后有2倍的杀伤力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年，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，也许。在你的世界，当你收到情书，也代表我已经走远。